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甘啊，一首孤独音乐人送给你们，喜欢阿甘的宝宝，我们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受不了一些人总是狗眼看人低，看我之前首先看看你自己的能力。总是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啊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会管那些是是非非。岁月的年轮在不停地转，我如此的坚持，因为只怕留下了遗憾。有些人让我放弃吧，你扯淡，因为我的路不可能只走一半。从半年之前到半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半年之前到半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，从半年之前到半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半年之前到半年之后。